今天给大家看看1800万人民币在温哥华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呢？这个房子啊，坐落于列治文 Riverdale 区，拥有800多平方米的土地面积，室内面积呢有378平方米，并且是三车位。三车位现在在温哥华列治文地区已经不批了，所以非常难得。其实虽然是三车位吧，但门口感觉还可以再停两辆车是没有问题的。走进房子看看去。哇，整个房子给人的感觉就是大气。那为什么大气呢？琢磨了一下，其实是这栋房子啊采用了敞开式的结构，天顶是钢梁，所以能支撑起这种高挑空的大格局，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喜好。提到这个不得不说明一下，整栋房子其实是个坐北朝南的设计，南北朝向，风水非常好。继续往里面走，可以看到装饰风格真的非常典雅好看，感觉像网红打卡地。所有的橱柜都是自动化系统，冰箱也大得惊人，放满感觉可以吃一年。还有中式厨房，看这个熟悉的灶台。我们继续往里走啊，这个是影音室，想象一下啊。表情那么凶干什么？现在我们上二楼，房子总共有5间卧室，约5.5个浴室。早上起来不用抢厕所，每个卧室都有阳台，通往阳台的门都是实木的，还有专门为宝宝设计的婴儿房，设计师真的无微不至啊！试想一下，举一杯红酒，站在二楼俯瞰楼下，真香。有人问这个房子这么好，那邻居应该也不差吧？点赞下期带你看邻居啊！